来关心今天最新的欧美股市指数，还有金价、油价。在美股方面，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了433.79点，收在34021点。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93.31点，收在13124点。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42.79点，收在2893点。在欧洲股市的部分，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跌了41.3点，收在6963点。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49.46点，收在15199点。阿里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8.98点，收在6288点。而在金价跟油价的部分，金价呢是上涨了3.89元，收在1826.7元。油价的部分下跌了2.3元，收在63.78元。